七宝，你还跑上龙的上去打人家去了？哎呀，你瞅，越来越不要 face 了啊！你人家同意了吗？你就给人洗头。围着打，别回来了啊！去吸纳阳气去了是吧？今儿个阴天，阳气不足。蓝宝，蓝宝的眼里全是橘宝。过来吧，蓝橘宝。哎呀，你瞅着他都对你多亲呢，这够着够着的呀，嘿嘿，你不用瞅我啊，你就安心的陪小蓝宝玩儿。小蓝宝也有一点攻击力，你看，也会战术呢，一下一下的，哎，哎，别翻箱倒柜的，你铺个卷都给卷起来了，你干啥？还想出营拔寨呀？嘿。小蓝宝的体力还挺好的，你看你都把小橘宝给打躺下了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！蓝宝不行就往后退啊！这橘宝咋的了？嗯？哎呦，又谁叫了？是我们小蓝宝吗？鱼饵还转着圈儿那个围攻，你干啥呢？给你整个墨得了呗，你转圈拉着。小蓝宝是不是有点打急眼了？又跑来了。蓝宝，等我忙完了，就陪你溜达溜达啊，给你穿个纸尿裤。让你在大的范围内运动运动。橘宝，你怎么跑那里了？你瞅给小蓝宝急的呀！下来，还高处对低处，哎，这家伙两个手。抱着人家脑袋，小蓝宝也不能总关在这么小的空间内，还是让他出来，多做做运动，多爬行爬行。现在他的褥疮基本好了，你瞅，别打了，小蓝宝都打出屎来了，先别打了啊，停战，我去给小蓝宝收拾一下。